答的时间是在晚间的7:45，在晚间的7:45，准备就要来开打。再次感谢球迷朋友们耐心的等候，也提醒球迷朋友们，场内看台是否在优先请留意你的脚步及球员的安全，谢谢。跟大家说明一下，7:45是比赛时间，但是赛前活动会提早。好吧，那现在出去买东西啊，我7:40再进来，他可能逛到明天。要准备开始了。亲爱的球迷朋友们，人生。